走吧。今天是2019年12月28号，那我们今天玩的是电手线，又是新开套牌飞行跟致命世界。OK，Let's go， 简单。一，呵，先开套牌。1、2、3、4、4、5、6、7，不要。哦喂，这个不用看，我在干嘛？早哦，下午好哦。先贴这一张，拜。这应该不用。随机升级两张牌，站在。我们这边在升级牌组。OK， 冰淇淋。这个大虫虫，哦喂！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卡，这个卡牌有一个问题点哎，我没有那个防御牌，呵，尬了，撒盐啊！我是忘记开什么东西了，等一下哦。OK， 有点时间 ，OK。哇！我这牌子牛逼！开始喉咙痛，然后吃麻辣火锅，你牛逼！我打死吗？我就打死他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打死！拜！这个丢，这个在前面。呵。这边我们拿终结技应该 OK。好，先杀掉他吧。好，安安哦，自己先拿掉这两张。哇，打不掉！哎、欸，打得掉 ，OK。哇，我打不掉，尴尬。你拿扫腿吗？我就拿一张扫腿嘛。嗨，自己先等一下吧，下回合。我看一下早点准备会拿什么。哦，可以。OK， 这边再打 ，OK， GG， 熔岩之弹，这里好吧，再来多一个切割，为什么有巫毒娃娃？这一边啊。我就先丢这一个吧 ，OK。安哦，做好准备，拿掉这两张应该 OK。好，先打掉它，再打掉它，再打你，拜。准备背包可以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拿到一个早点准备好的。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等一下，那我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好 ，OK。这边我们先丢一个，只要准备。虽然我知道会气噗噗，但我就要丢。拜 ，OK。突然一圈其实不错哎、欸，要拿吗？拿吧，在，自己我先丢一个，早有准备，本能反应，这你应该可以打掉哈。
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啦。先丢一个招的准备看一下，丢掉这两招，哼，好烧腿 ，nice， 但烧腿好像还不够。OK， 这招的准备，哼，突然一拳 ，OK， 好，没有问题的嘛，这边我们就不拿吧。自己在走，问他为什么是狗狗？我们会遇到什么东西？就说这一个，这一张，来，这里在哪得一个命运之物？好的，嗨，一样这一张，这样好的 ，OK。哇！没事，可以啊呢。折叠不错，哪偏折？这边我们再锻造一下。嗯，这一张，不要这一个。OK， 嗨，先就这一张，反正要打持久战。嗯，再这一张。OK， 这边我们先丢一个招的准备，拿掉这两张。OK， 下回合。OK， 这边才是关键。我们先丢掉这一些，拜，姐姐，爆发，拿爆发吧，爆发不错。这边我们拿这一个，哇，我这一场可以哦。嗨，先丢这一个。再这一张，再这一个，拜。隔挡药水 ，OK 的。这边我们走一下自己好了，看见什么？这其实不错。玻璃刀刃其实还好，哪是一个会比较好？然后丢掉，我有东西要丢吗？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拜拜。我就可以拿这一个。问一下是蜗牛尾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才打一半。我觉得你这样犯规好像不太好哦。不可以哦，不可以跟他说是我尾王哦，不可以哦，我就这样不行哦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拿。隐秘打击我觉得可以拿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你就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张，好，哎呦，怕，OK， 好，拜，可以啦，没有问题的嘛。这里再拿早就准备好了，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拿那么多早就准备，但是就拿吧。嗨，叔叔，十二下可以撑得住。
这一张，再这一个，哇，还不死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啦，好喽，上班去，拜拜。你觉得这样对吗？是这个要拿吗？我觉得可以拿、欸。我觉得母汤爆发这一张，好。我觉得这样不行。OK。好。先这一张26打下去，拜拜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战术大师，哦，终于有战术大师了，我一直在等战术大师的说。等你等了几天几夜，我就需要丢这一个哎、欸，要不然我会被打，这重点。哦，可以，再来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。再这一个，不行，我就要丢这一个，可以 ，OK， 哎、欸，什么什么，把我丢一个丢在旁边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很母汤哦，哇，这样闹我的吗？可以啊。OK， 这里我们拿，再拿到一个背包就 OK 了吧？对，再拿到一个背包，《孙子兵法》，打这场最没用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先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张，拿掉这两张，用掉切割，用掉隐秘打击，再早有准备。再拿掉这一张，再早有准备，再拿掉这两张，好，什么都没有，更好再早有准备，拿掉这一张，哇哦，我没有发现他要打我，怎么那么的凶巴巴呢？结果你还是要死。这里我们拿一个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偏折好了。这边我们走问号，是可爱的小花花，屁啦！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有要打我，哦、喂，还没有要打我。OK。拜拜！又是找我准备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一二三四，好了好了，再拿多一个，没差。这边不要拿，你有用到，呵，自己找我准备，丢掉这两张先，我看一下，呵呵，被包包呢？再找我准备，拿掉它，再找我准备，拿掉。他 yes， 哎呦，哇！我觉得我要被打了 ，yes， 我打不死哈，算了这个吧 ，OK。匕首，我看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嗯，猜一张，拿吧。
再走问号，这一个，拿掉这两张应该没有问题。再爆发，爆发不要，没用到，这一个。好，右手输出了吗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OK，可以。为什么不是左手？我不知道哎，可能有经过科学研究推理的吧。OK，Let's go。我们又回到这该死的地方。啊，这边要打很久啊！我天哪，先让我抱怨一下先啊！好，可以了。哦喂，我盾会不够，nice，没关系。我其实很想扫他腿，可是很没有用。OK，安安哦，你有女友了？真假？OK，GG。拿圣杀好了。哦喂，诅咒牌可以，只要不要给我一些很烂的，我就 OK 了。更就是老奶奶，每次玩这种牌子就是遇到阿嬷，你烦不烦啊？拜登他。我才很多有女友有老婆嘞，你确定你要 ban 吗？我觉得你 ban 不完哦，认真。算了，背刺吧。呀，为什么我一直丢不出去？那你？有够作死的这个！你们哭，我救不了你们啊！好，不想打他哦。不能笨笨，自己再塔下去的话，我要受伤。
拜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撒盐。好，天泽。天啊，有够烦哎！你也撒，好，大家都一起撒。我要被打了，各位。可以啦，没问题。再拿身上吧，我看一下哦，前面。好吧，走一下商人。哎呦！啊！给我，我有点想拿这一个。我想想，这个加这一个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拜拜。直接跑去紫罗莉了。谁说蜜谷不在撒盐就无效？蜜谷不在撒盐一样有效，照撒有没有？哇！他要打我了。拜。蓝蜡烛不错。嗨。OK， 还要打我啦！等一下哦，我觉得我这边没有打死他，我就要死了。拜，哈里阿刚不错，我觉得方孔不错哎。嗨，怎么又是你？地板舒服吗？这小刀有点多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OK。这一张就这一张，招准备，再来 ，OK， 再来，更不是吧？感觉有点倒霉。哇，终于有了。
OK，拜。历时，历时，for what？OK，这本我们走自己，锻造一下。线上吧，线上线上还随便压，战斗 go。我先丢掉这些牌先，OK，在这个，再来，这两张丢掉应该没关系，再丢掉这一张，很好，没有我要牌，人生就是这么的无奈，这一个，拜拜，可以啦，口袋币 for what？啊，天哪！哦，喂，我刚才看到上面有一个商人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没看错，对不对？有商人就好，我要去商人那边一趟，坐着喝茶，该要一点点的东西。哇，我要被打！四舍五是什么鬼东西？问号？有。这一张，拜，可以啦，没有问题。意外光滑的石头，哎，商人，50趴，谢谢。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。闪亮登场不需要，这个我应该可能要，应该没东西要给你，这给我吧，拜拜。买了电稿没空去拿，怕爆。Why？OK，先丢掉这两张，无限刀刃先丢。好，只要准备把这两张丢掉。鱼像，也要把鱼像搞上来。九滴没有问题的，好，这里我们先丢圣伤，然后准备把这两张丢掉，然后爆发后空翻，然后再加油准备这一张。拜拜，可以啦，没有问题，只是还要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而已。这边我们就先锻造我们的鱼像，丢在前面，这应该就 OK 了。Let's go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8、3、24，可以。呀、yeah，OK，27，可以，没事，活着，OK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不可以，这不可以打，这边打的话就死了，不能，
这边要打掉哈。阿明要把血量打下去，八九十十一十二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九十，哇，差他一下，完了。哦，没事，可以。好，姐姐，没有问题啦。心脏1772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姐姐可以的啦，全面完胜，爽爽歪歪。图书馆里面收藏者，我觉得收藏者跟那个独一无二真是独一无二会比较好。姐姐